再高一点。这一次准备的舞台歌曲名字叫做《火力全开》，这首歌歌词啊，然后以及在网络的一些讨论度都还不错，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就选了《火力全开》这首歌，然后跟黄子还有张燕琪一起去完成这个舞台。哥们儿，火力全开，不是嗓子眼全开，我嗓子眼夹着点唱。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玩一下麦克风那种，就是我们三个人搞点那种，我丢给你，你丢给我，他丢给他。因为看嘉儿哥那个有点帅哦，他是那个他的 backup 在后面，直接甩过来一个，他在前面一接就开始唱。那你就这样子甩完，你拿来。开头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后面，我们这样斜起来。然后呢？二一。单调的歌曲。你已经下去了，哥们儿，你跳了。不，那这样子，我给你甩，然后你在右边拿，你是右手拿还是左边？左边就接他的。OK， 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大脚的国主义，不愿再做奴隶。哇，有声。我将他们背与弃。哎，那我们开始用一把麦唱，然后你再丢给我。哦，有点帅。怎么样？但是你唱完我怎么办？一直这么远丢过来。一把麦有点难，要不然这个样子，我的那个先放到你，对，先放到你兜里，揣到你包里，然后先把我这个，他唱完了之后你就丢给我。三二一，你先，哎，你先给我，你先给我，对，对一下颜色，走。他叫帝国主义，不愿再做奴隶，我将他们背入侵。你说 Lady Gaga， 我说隔壁巴扎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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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向他们割头。文化是武器，埋在每个人心中，真的是帅的，没有人孤单行。那我的麦克风去哪儿了？你插两把麦，哎，我插两把麦，你插两把麦，我插两把麦，对。对的哎，俩兜都是自己的麦哈，那个真的有点害怕的，两米高台丢下去直接就坏了，摔下去10万块钱没了。我们拿假的麦克风试过很多次，但是都没有拿真的麦克风的那种重量跟实感，并且我们毕竟是自己的麦克风，那确实丢的时候心里会很慌慌的。你这个太贵了。慌了，接过来词都唱不对了，又来。对，我得多练几次，把心态磨一磨。那尤其最大的是延琦，因为他一个人兜里装了两个人的那个麦克风。啊！求你了，艾森，站近，哥们儿，站近一点吧，站近，到时候站近一点吧，我求求，我不敢丢了。这个很轻的。好了吗？等一下，再试。再来一次不？别想多了，别想多了。OK， 再来一次就是舞台表演状态，好吧 ，Bro。舞台表演状态。来来来，直接来。我觉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整体，希望能跟上一场一样享受舞台上的演出就好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这一次挑战了，充满勇气了，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做到了，我们是完美的。轻掉，轻掉，我们可以一起互动一下吗？一起互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挨个把手举起来，好不好？形成一个波浪，我们试一下大家默契，好不好？并且欢呼，好吗？从这边来，3、2、1 ，Let's go！ 哇！哎，又，让我们从这边再来一次 ，3、2、1，欢呼 ，Let's go！太牛了！哎，中间的朋友，中间的朋友，我们从前面到后面再来一次，怎么样？好 ，Let's go！ 哇，那好，希望我们可以把刚才的热情带到之后的节目里面去，好不好？
人在做奴隶，我家大门被入侵。你说美丽卡卡，我说何必怕他啊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别向他们磕头。文化是无体埋在每个人因为有人生不大心，绝不允许失败。那你们各自念一下，一人念一张吧，一人分一张啊。嗯，好，第一个是火力全开，开头互相抛麦的设计很有意思，想问问他们练了多久，整个表演都很燃很炸，十分钟。然后其实我是比较担心的，因为设备嘛。然后黄子和艾斯就说这就是现场，突然那一下就不怕了，就觉得黄子。这就是大家想看到的今天台上发生的事儿，但是没发生。我觉得就十万块钱挺开心的。我那个麦克风好像确实出问题了，我后面也会赔的。我跟那个音频组的老师已经沟通过了。假的。这个是你念吧，要不然下一句。哥，你念吧，你念吧，你念吧。我这个我自己念太那个了。没事。艾斯在舞台上就像野兽一般。多好。多好，多好！演唱和表演张力都是全场 MVP 级别的，不是自己写的吧？野兽哥回应一下呀！野兽哥回应一下，野兽哥回应一下。就最近新出了一个歌叫《野人》，写的就是我自己。哦，太好了，真是来打歌。OK， 好。只能说这个舞台太酷了，从头到尾酷到底。好了。我们来看看火力全开的痛快支持度，100%，前面两个数字是一样的。本节目由冰爽痛快的康师傅冰红茶独家冠名。加班早八状态不佳，来一杯贝因蕾免疫球蛋白。我们来看看火力全开的痛快支持度。100%，前面两个数字是一样的。88。奥利，你怎么知道是88？我就想让他们发。谢谢，真的发了。谢谢哥，真的发了。88.7，怎么那么厉害？野兽哥，野兽哥最有性价比的野兽 MVP。